好啦，嚟到18條嘅 MC 啦，咁俾咗 log 三 x 啦 ，log 五就係 y， 要你求 log 4.5，咁要變成九 over 二先啦。咁九 over 二即係 log 九減 log 二，咁其實九都冇嘅喎，但係九可以變三，咁所以呢一部分咧其實已經做到啦。二 x 個二又冇俾喎，咁點算咧？就係、是。大家成日都聽過噶啦，我相信變成十 over 五，咁啊變咗 log 十加 log 五啦。OK， 咁最後就可以寫到啦，減一再加 y 就係個 answer， 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